现场唱他的歌曲，因为我很喜欢那首歌曲，就是你快不快乐，当你推开我的那一刻。耶、yeah! 我终于啊，我终于在这个舞台上唱到歌曲了，自卑一下，为什么没有选唱自己的歌曲？因为在直播间好像唱得很烦了，唱自己的歌曲。因为所以如果我现在要现场听你唱这首歌，是不是你会觉得我很烦？不会。那有没有机会可以现场听你的版本？是，请唱一段好不好？这首歌好快乐。没有呀、yeah! ，可以了。好，你快不快乐？等你推开我的那一刻，你快不快乐？有没有一点点舍不得？
终于听到本尊清唱，而且是为了我，为了我啊，我先。粉丝有一起唱到，一起唱他们也为了你，也为了我，对，谢谢大家，也谢谢静茹。好，那第三首歌曲是周兴哲的《你好不好》。为什么会想选这首歌？就是因为我之前在自己的一些演出也会 cover 一些我自己觉得很棒的歌，然后这是其中一首。所以你觉得就是这首歌是你很喜欢的一首歌？对对。好，静文非常爱的这首歌《你好不好》送给现场的观众朋友，直播间的朋友们，欢迎静文。